SNH 48 Team N2 他是 张雨欣 恭喜张雨欣 风趣幽默是他 认真坚韧是他 他的下一次出现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新鲜与惊喜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 我们来揭晓排名第26名的成员 他的得票数是 接下来有请张雨欣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N2的叉叉张雨欣 首先呢谢谢 首先非常感谢每一位为我投票的朋友们 我知道今年非常的不容易 虽然我比去年的名次下降了7位 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失败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怎么说呢 我想要把这7名当做一个弹簧 压得有多低，它就能飞得有多高。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继续努力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张雨欣。